奔跑吧第十二季官宣啦，一起来看看本季的嘉宾阵容吧。人气组合周深白鹿继续常驻，十二季元老李晨镇凯依然不缺席，还有沙溢、宋雨琦、范丞丞等熟悉的面孔，一大波新鲜物料正在来袭。Hello， 奔跑吧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我是奔跑吧小波，我又回来了。然后今天在这里呢，要给奔跑吧画一个拍立得手绘 icon， 因为我本人目前在旅游，条件有限，我在这儿没有买到水彩笔，所以今天就是用这个黑笔来绘画一下。好，那么我开始了，我在这里用一些虚线画一个相机的框，是闪光灯，这里有个按钮，这里有个取景框，镜头，我对相机还是有些了解的。上面出一张相纸。好，节目组发来一个要求，就是让我们把八个人都加上，就是画八个人可能对我来说有点难了，用简笔画把它给画出来，画得不好不要说我，我很久没有画画了。那两个三个四个六七八，好，正好第一个先画陈哥，因为陈哥在我的心目中是力量担当，所以我们给他画个大肌肉。嘿，转个圈，哎，好像还可以啊。第二个呢，咱们来画凯哥，可以，就是速度很快的意思，咻一下它就过去了。再给大家展示一下，现在来画沙爹，呀呀啊，嘿嘿。接下来雨琦，雨琦这呢就有学问了，给雨琦先打个个吧。大雨，让这大雨全都落下。我要加速了，现在画深深。深深，你真好画。哇哦，开关，接下来画程程。这个怎么能看出来是个橙子呢？就写个 FCC 吧。然后画真源，因为我对真源的了解暂时还是比较少，先画一下啊。咱们真源的微博头像实在是记不住。哇哇，好，最后把我画上，画一个菠萝结束。现在我们写上奔跑吧 logo， 点缀一下子。大功告成，条件有限啊，再说一遍，很期待在新一季奔跑吧当中与大家见面，希望能继续给大家带去快乐。新的一季让我们一起奔跑吧。万事先画一个圆，哦，坐着多站着多，坐着，好难画。画着自己坐在凳子上也是脚不着地，我真是。看得出来我在看报吧。会画一个喇叭，它是那个什么奔跑吧的专属信息发布话题头像，这也是我和奔跑吧的专属频道消息源头。哇，太难了，其实也不知道这个喇叭到底是什么个意思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节目组以为我是那种漏勺行为的原因，但我其实没有漏勺，我只是有时候忍不住想透露一些精彩的环节，我感觉我这个竖的感觉画得更好一点。
浮上水之后，把我的那个层次感已经下降了。不错啊。Nice， 非常的完美。你的深哥会是有个深担当，深藏不露，说不定他这季的卧底，我都怀疑怀疑他。晨哥，陈担当，陈述担当，在各个环节可以用嘴来获得很多得不到的信息。那就到这里了，希望大家喜欢我的这个消息语。必不可少的一样东西，这是我们的一个场记板，记录着每天我们的工作进号和场号。这是一个小草，为什么有一个草呢？春风吹又生，春风吹又生，我又来了，耶、yeah。你别太投入了啊！舞蹈舞蹈舞蹈，这首歌的舞蹈，这首歌的舞蹈，没有舞蹈。你觉得雨琦更适合当恋人还是？我觉得当恋人更好一点。他适合当兄弟。你别说话。我刚才看见了一个性格分裂的人啊！王艳玲，别说话。有人高兴，有人哭泣。来吧，来吧，来吧。但我发现你跟我身高差不多，我真没看。你可以撕我，但你不可以侮辱我。什么叫我跟你差不多？你还管只穿得像今天随便的？有没有穿？你这样人身攻击就不好了吧？郑恺，你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？你在笑什么呢啊？咱家好不容易攒了这么点钱，就让你这么摆没了。走的。大炮，我看你长得就像个大炮。我八九年结过一次了。哥，你可以这么理解，万万没想到八九年的胡可老师长这样。你现在已经出掉了，看清大家。啊冲哪儿去了？我不知道。冲池子里去了。等一下，眼镜啊，眼镜不是冲池子里。等我一下，在眼睛里，他转在了眼睛里。啊，回来了！啊，回来了！我一进，从小跟我姥姥姥爷、爸爸妈妈一起看游戏，叫走西口。走西口，我记得是杜鹃吧，还是谁啊？啊，不是吗？关东，说话，这话说也就是几年前的事情，不怪你，就是习惯性，不怪你。哥，改叫哥吧。来个人，这不是你家乡亚文哥，亚文哥，亚文哥，又叫我亚文哥，一到爱人家，你一直在跟我叫亚文哥，再叫我亚文哥，我就叫你贝贝姐。奶奶哥在吃盒饭，哎、啊、呀，太美了！我这一集能不能喊对一点？我要尖锐的问题。那我要说我的不满，凭什么我就四分半的镜头，这个显眼包人是三分半的镜头？今天我必须要五分钟的镜头，打赏。是什么意思？对，你叫什么？我叫范什么呀？那叫我都念不出来那个字。我打了俩一，我那个名字拼错了，这么多年了，阿斯拉 baby。问冰箱里面有什么？碗。碗。冰箱里面怎么有碗啊？冰箱里怎么会没有碗？是头天晚上的剩菜吗？Love is the best place to find the love is so far is where I go。
请听题，一号刮胡刀，二号击飞蛋打，三号眼镜，四号怀孕，五号玩偶。好像啊。七号肥肠。嘉义在今年的推荐会上帮《奔跑吧》节目站台，我们欠沙溢一个情人。吴老师，人情。吴老师，我收着了啊，欠我一个人情。人呢？白鹿，啊，怎么回事？白鹿跟出了易某田。弄到我，没那么用力。我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脚也可以，然后脚先，这什么招数啊？这都身体炸出来。在这床上直挤，你泡吧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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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孩小时候是怎么长大的？追！再来一个，再一个吧，来，来，三、二、一，哎！加副歌啊！还有两半舞的。啥呀？帅了，帅到没朋友，我来，我来了，帅到没朋友。